就在这一天，瑞比开始了一段奇妙的旅程。还会来自一班，他说，我就说可以凯瑞吗？好不好？嗯，我还是要稍微问一下，毕竟我刚掉星星下来，现在到 A2 了。然后他说他叫赫龙，所以我去看一下他目前的排位在哪里。找朋友，他叫赫龙。有看到他最高钻三，我该怎么跟他说？啊，这个我，我刚刚看了我们的段位，没办法一起排，我钻二，怎么办？我要凯瑞他了吗？啊，你也不能跟他打，对，我没办法跟他打，欸，我钻二，还是我们快乐一班场？我没有想带他的意思哦。最近发生很多事情，那你可以来我们这边跟我们一起玩。今天要玩什么？要玩传说，但是我们现在正在揪人，当然可以啊，好哇。那好了，密我，好哇。哎，一次跟三个男生聊天，那怎么办？那我上线。哎呀，我这边很忙，这种感觉会玩传说，会玩传说。我们现在正在等待房号，我们正在等待房号。因为我们用搞到我好像在约坡，好吗？不是，我们不是约坡，我们约传说，很忙哎，欸，哎，欸，真的不能劈腿，劈腿很忙哎，欸。三二四，完成。他应该不会认得我啦，他应该是不会认得的。怎么一进来就觉得听到劈腿？没有，我们只是在多人尬聊，多人尬聊，没什么事情的。不担心，但是他叫好友申请，我们没办法。对呀，啊，我今天一进来就要当实心氧化女性。想看我百发百中，这就对了。打个一般场用景应该是可以舒舒服服的吧？想知道喝了想打哪里？可以教我吗？教我什么东西？传说吗？成为我的支持者才能教我的传说。怎么办？赫勒不选，赫勒你怎么了？赫勒你不选吗？剩下一个凯撒路位置，赫勒是不当机了。赫龙啊，不是赫勒。今晚这么嗨？对啊，一次三个人哎，欸。问你去当人家可以办初音吗？我还真不知道可不可以，欸。我知道有人说 变成我了，有电量正在充，因为我今天出门工作。哎呀，赫龙你怎么不选角呢？赫龙你也不是说这样子吧？我有哎，欸，你是摩恩。一个尴尬，安安安安，对啊，他好像真的是断线哎，啊，对对对，我现在正在开闸播，哎，他这样子我有点尴尬哦。传说对决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，哎，他这样子我该怎么办？好险是一般场。如果不是一般场，我该怎么办？一定要走这么勤奋吗 ？Relax。等一下会撩他吗？哎，这个不好说。打得好才能撩啊！他重新连接，他重新连接了。我们不担心，我们不担心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哇，你这王八蛋！直接这样直挺挺走出来，什么鬼？这时候就要用 QQ。还好今天没穿高跟鞋。哎
且我还自动来到那个凯撒路。你看我人多好，我给摩恩去走那条路，没事的。科隆，你这样就不太好了。我速推一波。科隆点点点，科隆不要担心，还有我凯瑞。看我这只塔斯科德也真的不好打哎。漂亮，做的挺好的，你看我多善良。科隆比较晚进来，我们就让他去魔路发育，我们拿比较少一点的钱。Hello Hello Hello， 他知道我是谁吗？他不知道我是谁。很好，中推一波。啊，妹妹，哎，不是啊，蛇走，他们怎么追到高地啦？冲啥回啦？跟你说，我不要回去，他们应该跟你说，可以。菲尼克，哼。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. 嘿嘿嘿，你怎安尼滴滴去？运气也是实力。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. 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. 我的子弹 ，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.队友不太对哦，我觉得队友不太对劲哦。这里他这个时候会，你说应该是改版后的吧？反正永远在身份上，他为什么骂人啊？不要骂人，我只有你来打的，你在那边给我骂人，我都没说我花钱花的冤。我等一下跟他说，我的枪钻上膛。子弹在我心头上了膛。但是你让我卡蛋了，想色色不出来的感觉，就不要明天更新还会闪退那个爆品。你为什么要这么负面呢？你不可以这么负面呢、我干，好，你先帮我包起来。麻烦新包起来。我干，还是被他吐死了。不要闹啊，天空巨龙。这把没有戏。这佛厄伦没有很会。但这佛厄伦还是被他一团里面捉到人。他也只能这样点着点着，我也没办法，这边还能退费吗？欸，哭嘞！
妹妹，狐狸的话是一技，然后二，他大招在转的时候，他会吃到他那个叠层。去女友家整晚都只有亲亲抱抱那张哪张图？真累了你就跪按吧，但我们还是要很理性的，好不好？这个站，我也没办法再多了。未完待续，敬请期待下一集。